大家好，我们现在介绍的是 BenQ XL 系列萤幕的拆装的方式。首先，各位可以看得到，在机器正后方有一颗快拆的按钮。那我们将这个快拆按钮按下之后，那就可以即将将萤幕的本体这边拿起，小心的摆放。再来就是支柱跟底座的部分的拆装。那我们这边可以看到，那我们将这边的话，我们把这个箭头的部分指到旁边，然后接下来我们将这个组装的螺丝的部分。